必须得有这个味儿，火爆的这个味儿，炝锅面。我刚才从那边走不了，闻到了。今天咱们做这个呢是最家庭版的，就是普通的面粉就行啊。这是300克面，水呢咱是用了150克水，要想吃的滋润呢就是别太硬。家里边要没时间啊，就是挂面就行啊。其实买点手擀面也行，手擀面也行，是吧？带点面的。有些人急了就搁点那个叫方便面，搁点方便面。有方便面还真好吃的、啊。是。咱们加个蛋清进去啊，加全蛋也行，就是蛋清更好点。加了蛋黄之后呢，面不是稍微有点发黄吗？它的颜色，咱就是让它面还是保持白的嘛。吴老师，这是最后有也会有蛋皮面。哎呦，这么说吧，现在好多老年人都爱吃炝锅面。搞国宴的时候，我们有的时候会也开个炝锅面。就是最后我就把人家吃个饱嘛，就是最后上主食的时候，我们也上一小碗炝锅面。这个炝的，第一要用到火，第二呢还要闻到那种叫发散香。对，如果没有这发散香，那这就没有做到家。咱们稍微揉一揉啊，因为光靠醒也不行，盖上盖醒一下。最关键的就是这三次辣，其实这个三次辣呀，就是。有这个情节和有这个记忆啊，是儿时的记忆。我们小的时候呢，住在北京的大杂院东四北大街，紧东头啊是一个姓严的严老太太，她就用的蜂窝煤炉子自个儿给自己煮炝锅面。我们家是在紧西头，隔着有6间房的近身，老太太那边一炝锅，我们在东头都啊闻见了葱花味儿。啊，然后一炒菜，哗哗哗的火爆的声音，然后一倒酱油，就是酱油油，还有这个葱的这味儿，这边还闻得见。要喝汤，有浓郁的葱香味儿；吃面有浓郁的葱香味儿；吃菜还有，像咱这菜叶啊，普通白菜就行，不管黄心的、绿心的，其实都行，就顶刀切就完了。这个棒子吧，它有点切出来有点口感，有口感。这边后边这个叶子呢就可以讲究 啊切短一点，叶子宽呢、啊、这个是分两次放进去。好嘞，这白菜切完了，咱切葱啊，别太少了，因为咱们这个是要这个葱的味儿嘛，关键是要这个葱的香，对，多点好，多点香，多点香。对，这是半根葱啊，就这些东西了。还有呢，就是为了增香呢，老太太的做法是什么呢？它是油里，比如先搁几个花椒，先把花椒低油温时候就放进去了，把花椒油那味儿花椒油加一点来，既有色拉油，又加了一点点香油，大约有5克，又加了有10克的这个大油啊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素菜呢，没有点油，它也没有香味儿，是吧？对，这个就用这个中火就行，中火就行，别说把这个。花椒炸黑了都不怕啊，因为要把它捞出去没关系。老胖火锅真好吃，这个你看这个常亮可以、哎、上节目还得还不忘了向网友们介绍锅。哎，确实好用，你职业这确实好用，而且这锅啊没涂层、啊、是吧，关键这锅是没涂层，那我炸酱也是这也行，好吃。现在我在家不敢做炸酱，是为什么吗？都是不粘锅，对，你炸酱不敢推底儿，捞出去吧，要把这花椒啊炸黑了，让这油里啊，就像说的，萃取到了这个花椒的鲜味儿。咱们现在呢，就第一次拉啊，第一次拉。但是第一次拉之前需要什么？哎，油给我烧开。听听侯老师有没有次拉啊？接近90热才放的。第一次拉，然后第二次拉，两个汁出来了。哎，然后炒的过程当中，你看你闻这香味儿，嗯。你是吧，离老远都闻得见，而且这个葱还不让它糊，葱要太糊了也不好看，是吧？然后来点酱油，它得顺着锅边才出来。哎，对，这个酱味儿调起来了吧，也是酱油味儿得四个字。哎，对，必须得有这个味儿，火爆的这个味儿。煸炒一下加水了就啊，加一点点蚝油啊，大约有现在5克胡椒粉，
行，咱这就煮着了啊。下边咱们擀面啊，多煮会儿不怕，煮多烂都不怕。其实这擀这面呀、啊，也不难。这个呢，有时候擀之前呢，先压去。擀面没别的，只是用擀面杖呢，就是把它哎压平，片大，伸展开就行了。往前现在先卷在擀杖上啊，然后推熟呢，这手有慢的有这么哎延伸的这么一个动作，这么一折，来回一折，这就切了。要切的时候呢，咱们吃不了那么多刀呢，咱有一半就我想象够了，就是九条印宽就行，大约三毫米。没有要求，愿意吃宽的就宽点，要求细就细的。宽一点，对，宽一点。你像那个陕西那边都叫腰带面呐，对，都是什么古代面呐。因为咱们这个切的细一点的，都主要是为了好看。对，然后拿起来这一抖落，下锅。这点足够了，多了就稠了一会儿。这点要煮的话，就得单煮，最少五分半钟。要是挂面呢，最少得煮七分钟，因为这个不适合吃那个比较硬的白心的。有时候爱吃硬的，但是那个面香味儿没有不行。必须喝汤有味儿，吃面有味儿，吃菜还有味儿。来点老抽，找一点色儿，这咸味够了，不能再加了。这点酱油就够了。啊，已经够了。把这个菜往里放，顶多煮上30秒钟出锅，这叫吃的是爽脆。好嘞，这面稠了啊！白菜到嘴里的感觉呢，比咱这边好点。一个是那个白菜帮的泥烂，然后后边加那个脆，然后汤这个鲜，啊，面条这种滑手，哎，在嘴里边涮的时候都能体会到。而且是那个自己擀的面条好吃，而且还比你哎这面是吧？哦，对。这是谁？常亮。哎，你就辛苦点，收拾收拾。我这可就不爽了。现在双十一了啊。有喜欢老饭骨的厨具的，还有好吃的好喝的，咱们来老饭骨逛一逛啊。这不是广告啊，是都是我们老饭骨自己的厨具啊。不行了，我得先刷锅了啊。看亮不亮。我们好好做菜，你们好好吃饭，关注老饭骨，吃饭不含糊。案板啊略小了点，甩不开，对了，甩不开，对，这个面板啊，略小点，小了，然后难以发挥，稍微有点小点，但是就是擀面的时候不潇洒，对，对，是这么回事儿，哎，对，是，哎，胡大师，哎，没想到胡大师说话还真幽默，您这叫冷幽默呀，胡老师啊，您稍需要一些啊。我帮您再测量一下，这板子是小，那使什么账啊？搞一大板子有吗？没有，有吗？跟那板子上凑不行。这样吧，家里就这么大的。那行，就是差不多。家里面就这么大的板。好，侯老师家实实力的擀面，你看啊，擀两下，这手往外一推，对，一拉死。估计家里板都那么大呢。对，我戳在地上，你家里多少的板子？是端着一下啊，您让那边，您端着，我不行，我就够呛。我给你用个卫生间，你别管了。哎呦，我给你用个劲儿。那就这样，您好这样就行。哎，看我，哎，真棒。哎。
来一二三，再来一张，一二三 ，OK， 好，我这虚摸着，你得考虑这个对面条烫啊，哎呦，我都不敢使劲。二班，你看这手都红了，我这手，真的，你这手不怕烫。